冯斌，2022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女子铁饼的冠军。他从2006年就开始练铁饼，2015年获得了第六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的铁饼冠军，2019年获得了亚洲田径锦标赛的铁饼冠军，获得了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铁饼冠军，2021年全运会冠军，2022年世锦赛的冠军。大家看出水平来了，是吧？黄线是55米线，远远的超过这条黄线了。这个成绩我都不好估计了。64米15，这是一个高水平的成绩。在2022年的俄勒冈世界田径锦标赛上，冯斌投出了69米12的成绩，获得了这个项目的冠军。